油！快点，这一集到。啊！我们也是从那启动。对啊，要启动了。踩右脚啦，右脚，右脚用右脚，对，右脚用高一点，慢慢来。好，对，右脚踩下去就出去了。对啊，现在可以啦，左脚在后，右脚踩下去，因为你那边是上坡啊，踩下去了，快点啦。你不会自己拿吗？苏佩宇自己踩啊。好，左脚也可以啦，踩下去了，启动了。你这样要骑到什么时候？他就是要练，你干嘛要这样子？你那边是刚好是上坡，当然不好启动啊。嗯。